嗨，大家好，我是 Carrie。看这个开场就知道今天风有多大，对不对？今天的风大到，我跟你讲，上礼拜呢，春天的天气就是这样子。上礼拜是一直下大雨，然后这礼拜就是每天几乎都是这样大风。然后今天甚至呢，滑雪场的缆车都没有开，所以我决定我要来吃这间 Moon Bar 的拉面。它中午晚上有卖拉面，是可以吃午餐的嘛。到了晚上的时段呢，它又是一间酒吧。然后再跟你讲一件事情哦，我觉得这间拉面店呢、在我心目中，我觉得是米斯科最好吃的拉面店呢。所以如果你之后来滑雪，你还没有吃过的话，我觉得你一定要来这边。就算你吃不下拉面，你晚上也可以来这边喝喝小酒。这边到晚上的时候，酒吧还蛮热闹的。Moon Bar 这间店呢、之前在 Lower Hilaf 的上面那一边，那它今年呢有换位置，它换了新的地方，所以你看我现在正在走是这条街，有没有？它换了新位置，所以如果你下一年呢、要来的话，要记得哦。那它 Google Map 上面呢已经都改位置了，所以其实蛮好找的。你只要在 Google Map 上面。输入的话，输入 Moon Bar， 你就可以走到这个位置了。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进去吃拉面吧。酒好喝，而且你如果跟老板说浓一点浓一点，我跟你讲，他酒会调超浓的。然后这边还有三台飞镖机可以玩，我现在就来献丑一下，我很久没玩了。打包中间不要笑我，希望不要掉地板。好烂哦！他这个飞镖真的差不多。妈妈看的是。好的，我们现在要来吃拉面了。我跟你说，这边的这家拉面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之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他们有一个超级辣的拉面。对，我又要来挑战辣拉面了。但是呢，上一次的 Tomo-san 有点逊，我这一次带了两位超级厉害，真的，他们自称非常会吃辣哦。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有多会吃辣，是不是骗人的？在我右手边这位就是我们之前一起去滑雪的 Snowboard 教练。回家去哦。你都会吃辣？我很紧张，很紧张。再来呢，我左边这位呢，也是说他自己非常非常会吃辣的 Adrian。Adrian, tell us where you're from. Colorado. Colorado and Israel. Israel. 很酷哦，他是以色列人。And since when you start to eat very spicy? So I was a baby.A baby? In your mom's stomach? Yes, since I was eating food. Really? Spicy food, yes, since I was two. Two? Kindergarten. Kindergarten? In pre-K, when I had the nanny make Moroccan spicy fish. 哇靠，太扯了吧。So everyone does that or only you? In Israel, a lot of people eat spicy. OK, 我非常的期待。你呢？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辣的？吃辣的。去辣的？几岁开始？从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开始，小大概是几岁？九岁十岁开始。九岁。wasabi，我开始吃 wasabi，从十岁。十岁开始吃 wasabi， 好，有点厉害。我以前小时候是很怕辣的 ，I was afraid eating spicy when I was young。Yeah， 我好像也是差不多，也是八九岁小学开始越来越辣这样。OK， 那我们先 Cheers guys。Cheers。Cheers。Excited for spicy ramen 。好啦，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边的东西呢。其实我觉得全部都蛮好吃的。他们这边最主要、最有特色的应该就是拉面吧，因为你知道日本的拉面百百种，就是各种味道都有。但是呢。你真的要吃到好吃入味的，就是不是那种死咸的拉味，我在讲什么？不是那种死咸的拉面呢，还蛮不容易找到的。那我觉得这一间 Moon Bar 这间的拉面呢，是真的很。
他们好像有先炒过吧，整个汤啊，整个反正就是很入味，汤很浓很浓，真的很好吃。那给你看一下他们这边的 menu， 他们有很多种不同口味的拉面，不是只有辣的啦，所以你不用担心。如果你不吃辣的话呢，他们也有一些味噌啊酱油，我个人之前我是蛮喜欢吃味噌口味的 miso 辣面，很好吃。芝麻口味的拉面也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呢，他们也有一些哦炒饭，炒饭也不错，还有饺子也不错，所以这边这些东西都推荐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来挑战拉面。它这个 menu 上面是没有最辣的拉面，它你要先挑战完这个鬼级的 Never Kiwami 拉面，你要挑战完这个，它才会试出真正最辣的拉面给你。它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跟你讲，因为我之前吃过，这是不可能吃的啊。好，那先这样，我们等拉面过来。好的，各位，我们的拉面来了。Can anyone share for me just a little bowl？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这拉面有分三倍辣跟五倍辣，那我真的非常的超熟辣，我点的是三倍辣，因为我之前已经吃过那五倍辣了。他说的是剧本，你有一个。你有一个。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继续。点这个最辣的，嗨，豆总。这个。Get a pepper. 我先喝汤。Can we can eat? Yeah, you can eat. 等一下，我闻到就已经。なるほど。这个我真的，哇！いや、いける。なんか食い応えがありますね。これぐらい辛い方が。之前呢，我吃过这个最辣的拉面，然后我们辣到呢，我只能吃一口就不能再继续吃下去。然后跟他要了热水啊，把拉面洗过一次，还是没有办法继续吃。我现在头已经晕了，我只吃一口。这个血压是直接往上升的那一种。Finish this. Pretty easy for me. 我吃一小碗，我已经。哇！我喝一口汤。错的。哦，这样就好了。太小了。他吃辣椒。哦，辛辣。在台湾有没有辣的食物吗？很多，很辣的牛肉面。啊。牛肉面。Can I have this? 多走。我跟你讲，我们要挑战一下他们的辣椒。I think the green is spicier. Yeah, the red one is not really spicy. Oh, green is more spicy. Yeah. 你知道吗？这边的拉面的重点特色就是，它虽然很辣，但是很好吃。Do you think it's delicious? Yeah, it's getting spicier now. Yeah, right. Oh, getting spicier. Yeah. You get more in the middle, it's getting spicier and thicker. 开始哭了。继续，继续，我的人生中最辣的。吃过最辣的，真的。Yeah, okay, I'm gonna try the spicy pepper now. 给你看一下，是绿色的。It's just a little bit at a time. 两万点小。ちょっとこれね。喂，那个绿色的。绿色的。绿色的辣椒超辣的。超辣，超辣，非常辣。哇。口腔秀场已经到极限了。けどいける。すごい。すごい、俺らいけるね。辛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汗是不是。哦，这个已经洗澡了吧？我的衣服细细的。I love Taiwan 的衣服。嗨。超好看的这一件。嗯。哎呀，别。可爱。哇，你吃的很快。好吃，好吃。而且还喝了很多汤哎，超夸张的。哎，我觉得我今天真的要 respect 秀上。真的。对吧？完全勝利したいね。My throat is burned. I just got stuck in the wrong tube. Yes. I think you're crying. 我们那边的秀场已经快要吃完了。超厉害！吃完了，吃完了。Andy 也吃完了。我这一直这样。Oh my god! I think probably this is the spice food in Niseko. Yeah. Just took a shower, I think. Yeah, Jesus. I'm going to go to the
很好吃。为什么我的面还这么多？是因为我一直在录它。本身是吃辣的话，三杯辣根本是刚刚好，真的完全不辣。你看我的，你看我就知道了。我就吃第一碗他们的拉面的时候，我有流汗而已。那基本上我自己也是完全没有流汗，因为现在酒吧有其他客人，然后非常非常的吵，所以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也谢谢这个 Adir 跟这个国家秀场过来把这个拉面吃光光，真的是太屌了。如果你下次有机会，如果你是很爱吃辣、很会吃辣的人呢，你下次来你 Seiko 一定要来挑战看看 Mumba 的拉面，看看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拉面吃完。好了，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他还在喝汤。拜拜，希望大家喜欢今天影片哦，记得订阅我频道，拜。